邯郸人注意，1月1日起严查。最新消息来了，调整安全带位置高低，使安全带跨过肩部中央，防止过高割伤颈部或过低导致其滑落。正确佩戴安全带时，肩带应该跨过胸腔，腰带紧贴胯骨，这样冲击力就不会作用在柔软的内脏，而是在坚固的骨骼上。有孩子的车主一定要配上儿童安全座椅，如果孩子已经不适用儿童安全座椅，可以选用儿童增高垫再系安全带。对于儿童乘车来说，如果直接使用安全带固定，不但不够安全，还会起到负面影响，因为他们的身高比成年人要矮很多，所以安全带会从他们的脖子经过，紧急情况下他们会受到致命伤害。对于孕妇来说，保护好孕妇就是对胎儿的最大保护，所以驾乘车辆必须系好安全带，但一定要特别注意腰带的位置，不要在肚子上，否则会对胎儿造成压迫。